在第一次副歌结束之后，会有一个和弦的弹奏，然后会加上鼓的过门，基本上它是一个 A minor 的和弦，只是它很特别加上了一个升 F 的声音，所以我们会这样按第五弦空弦音是我们的根音，接着第四弦在第七格用无名指按，然后第三弦在第五格用食指，接着第二弦第七格用小拇指，那么第一弦还有第六弦是我们不要的，所以我们要用手指头把它挡掉，所以它就会长这个样子。那么它很简单，它只是正拍反拍各弹一下而已，然后接着在下一拍就做一个空拍，会做一个击鼓的打击，那么它就是这样弹的。接下来第二次主歌，它的弹奏会比较复杂一点点，我们会在原本的和弦上面多了一些更多的旋律去做弹奏，去做装饰的动作。那么一开始的 A minor 我是这个样子弹的，主要它会用到跟前奏一样这两个位置的弹奏，那么只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先做一个和弦，那么我是用大拇指从第一条弦慢慢的往上刮，让它做一个 有这样子刷弦的效果的感觉。 OK， 然后接下来它就会弹奏这个旋律，那么你们可以注意到我的大拇指会在第四弦上面做弹奏，你们也可以注意到这个是一个没有声音的弹奏，它的功用主要就是在补节奏而已。OK， 然后比较特别的是，因为我们一开始这个和弦的刷奏，我们想要留住和弦的感觉，那么可是下面我们又要过来这边做弹奏，所以其实过来弹奏的时候，一到四条弦其实已经是没有声音的了。可是我还想要留住和弦的感觉的话，变成说我的第五条弦的根音，我就要想办法把它留住，不然前面的和弦声音就会因此没有，只剩下下面旋律的部分，它就没有和弦的感觉了。所以在这边弹奏的时候要比较小心一点点，刷上来了以后，下来弹下面的旋律，第五条弦记得不要把它挡掉，要让它一直保持延音。OK， 所以我们再试一次。接下来还是一样是 A minor 的和弦，那么只是我会在第三弦的空弦音还有第二个格子用无名指去做一个勾锤音的装饰效果。接着下一个和弦跑到了 E minor 7， OK， 然后根音我会用第六条弦的根音空弦音，然后我会在第二条弦用小拇指去做一个勾锤音的效果，接着 D minor 7 正常的弹奏，然后接着又回到 A minor， 那只是这一次它的旋律会长这个样子。主要我就会用第三条弦、第四条弦还有第五条弦去做弹奏。那么我先示范一次，正常的弹奏它是这个样子弹的。首先弹奏我们的根音。然后无名指滑到第四弦第七格，然后食指弹奏第三弦第五格，接着这个比较特别，我们的食指是松开的，然后弹第四弦，让它做出一个切音的效果，做一个节奏的声音的感觉，然后接着第二拍给它一个重音，食指会在第三弦的第四个格子，那么比较注意的是第一弦还有第二弦是没有声音的，所以食指要把它们削好，然后接着我们的小拇指按第三弦第五格的位置，然后一样空弦音第四弦第七格，然后第三弦第五格，然后接着又是做一个节奏的声音，然后接着食指按第三弦第四格，最后小拇指到第三弦第二格，然后第四拍做一个打板的声音。 OK， 所以我们再慢慢的弹一次。接下来的和弦弹奏大部分都是跟之前一样，只有一开始这边 F major 7 还有 E minor 7 这边会使用到三连音的弹奏，会稍微不太一样一点点。那么首先 F major 7 第一拍会先弹奏我们的根音，然后以及我们的和弦音，接着第二拍就会弹奏一拍三连音，那么第一下是重拍的部分，然后第二下是第二弦，然后第三下是第三弦，
接着 Em7 第三拍还有第四拍分别都是三连音，那么第一个动作是根音第六条弦，然后接着第四条弦和弦的声音，然后接着第三弦，接着第四拍一样是三连音，那么第一下是重音，第二下是用左手的小拇指做一个勾锤的动作，在第二弦的第十格，然后接着第三下就是第三弦。之后的弹奏就是跟之前完全一模一样了。接着 solo 的部分，我的概念其实很简单，我在弹奏音乐里面出现的重复的一个旋律，然后我利用这个旋律当做一个基底，然后再利用 loop 把它循环的录制下来，那么我就可以在这一个循环的一个旋律上面去做一个击鼓的一个 solo 的动作。那么在这个循环的旋律，我是这个样子弹的。在这一段的弹奏，它主要会有五个位置，第一个位置是第三弦还有第四弦的第二个格子，第二个位置是在第二弦还有第三弦的第五个格子，第三个位置是在第二弦还有第三弦的第三格还有第四个格子，接着第四个位置是在第三弦还有第四弦的第五个格子，最后它会有第三弦还有第四弦的空弦音。那么第一拍它是这样弹，正拍反拍，接着第二拍正拍，第二拍的反拍，接着第三拍正拍，然后反拍，第四拍的正拍，接着反拍滑过来，然后勾音，然后就重复。接下来进入桥段唱歌的部分，那么它主要会有四个和弦，第一个和弦是 D7 on 升 F， 第二个和弦是 F major，第三个是 A minor， 那不过我按的会比较奇怪一点，主要是第五弦的空弦音，第四弦第七格，然后一到三条弦都是第五格。下一个是 Am7， 那么我一样会用这边这个位置，然后是第五弦的空弦音，然后二三四弦都是第五个格子，然后接着第一弦是第三个格子。那么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的刷法是跟副歌一模一样，那么只是这边它是一个和弦一个小节。然后接着在第二个循环的时候加重它的节奏的感觉，所以我是16分音符把它刷满的，所以弹奏起来它会像这个样子。